爱这首曲子就要献给所有的警察家眷们。哪一首呢？这首是姜蕙非常有名的歌曲《给奥》，加厚给奥了哈，就是我们的贺伟砍球，我们做警察的工作呢可以更卖力，更全心全力的为民来服务。我们来欣赏的就是林清瑶凤山分局带来的《给奥》，掌声鼓励。献给所有警察家眷，真的谢谢你们啊！这个支持我们警察同仁啊，第一线的工作啊，照顾好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啊，也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服务哈、啊。今天我们真的还是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哦。我们这个警察节庆祝活动在下着这个微微细雨当中啊，你看到还是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真的还是热烈展开，而且我们的民众也是热烈的回响，以身体力行哦、啊、来支持我们的警察同仁哦、啊。
真的非常再次谢谢大家了。谢谢。其实除了我们警察同仁很用心之外，为什么高雄市政府警察同仁的工作做得那么好？那肯定就是有一位好长官啦。对，这位好长官呢、啊，永远跟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上，而且每次看到他，我都很开心，因为觉得他总是可以让市民很放心、很安心的安居乐业生活的一位好长官。没错，今天他已经到达现场了，我们接下来就要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大家长黄茂穗局长，掌声欢迎，耶、掌声鼓励，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南台湾最佳的主持人，尽管高雄台的顺平先生，还有曼曼小姐，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们的这个支持。谢谢局长。今天我们现场的贵宾很多哈，包括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许慧玉许议员。掌声鼓励一下许慧玉许议员，很早就来到现场。还有我们四点钟就到了，一个时间到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自贡大队的我们吴大队长，吴玉静吴大队长，我先过来几人。还有我的老长官啊，我们来高雄市消防局的消基会消局长。掌声鼓励消局长。他是书法名家哈，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我们警察自由会些。理事长，你们在场。警察自由会的理事长，跟我们挥挥手一下。来干虾。我们疫情大队的吴大队长。好，李定武干虾，谢谢。还有我们省立委员议员服务室的我们黄子润，黄子润在场。在右手边，花虾过来一嘞。还有现场很多贵宾哈，我们等一下会陆续介绍哈。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莅临我们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的警察的见识，最支持警察的我们市民朋友，还有当然我们警察局的团队，包括我们的三位副局长、主任秘书杜花长，还有各分局长、各科室主管都在场。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觉得这场雨下的很好，虽然。刚才彩铅受到影响，但是反而变成一个凉快的一个气温，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我们周末的一个午后，包括晚上到九点钟，我相信天气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对。今天是我们的为了庆祝下个礼拜6月10号的警察节，我们提前在今天。跟去年一样，在中正文化中心来办理我们警察节系列的庆祝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我们感谢我们警察局的督察单位承办，而且很多我们高雄市的社团还有学校公益团体共同来支持我们。所以刚才我看到彩铅的活动啊，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很多社团表演民俗技艺，那么警察局的我们的特警战技提警队，还有很多学校的这个舞蹈表演，包括电影队许多表演都会陆续再等一下来展开。我相信他们的表演应当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让大家鼓舞。那么警察单位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治安跟交通。那么在这边，我很感谢我们的团队的努力，还有各位最支持警察的市民朋友、警友的支持。所以，我们的高雄市的治安跟交通事实上有很大的一个稳定的情况。因为就以去年102年跟101年这个比较，我们的前班刑案从50000件已经减少到。36000件，我们减少的这个非常多的一个刑案，所以我们前半刑案102年跟101年比较，我们减少了27%。那么在窃盗犯罪方面，我们减少了34%，暴力犯罪减少了32%，那么包括抢夺案件，我们减少了20%，强盗案件减少了最多43%。
那么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跟去年同一个时间比较，我们相对的我们的前半型号也减少了5.6%，因为已经快到极限了啊，快到极限。那么我们的切刀案件仍然减少了20%，那么强盗抢夺的暴力案件减少10%。我相信这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包括我们的治安民调，从3年前的检证署民调54%，去年的65%，到今年的47.66%，我们已经成倍的一个每年以10%的一个难易度来提升。那这方面我在这边做一个报告，也请我们各位最支持警察的我们的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治安团队一个鼓励。那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研友会的啊美食小吃啊，我们会持续的来提供，让各位好朋友除了欣赏我们系列的节目之外，我们又有美食可以享用。所以在这边再次的代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感谢各位持续的来给我们打气。那希望我们的团队也能够用最好的服务、最高的效率、最专业的一个能力来服务我们高雄市的市民。那么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各位好朋友的莅临，也希望我们系列的活动能够很顺利，大家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黄局长。那其实我要请我们现场的贵宾哦，刚才介绍过了，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许慧仪议员，他是第一个到场的贵宾，4个钟就到了。掌声鼓励。非常支持我们警察，我们请许慧仪议员。谢谢议员。感谢我们非常辛苦的主持人哈，然后我们现场我们高雄市警察局的大家长黄局长，还有今天局长的夫人也特别来现场。为我们基层的警察朋友来加油打气，掌声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局长夫人，还有长期很关心我们警察有很多的福利包括他们的身心状况好不好。我们吴大队长也欢迎吴大队长，吴玉清吴大队长。那最难得的是虽然已经届龄退休但是我们前的肖基瑞肖局长也在我们的现场，表示欢迎我们的肖局长。肖局长一起上来好不好？我们书法家啦，肖局长是不是也有请我们的肖局长？对，来我们的局长很低调，很低调，非常客气一个人。那现场还有很多长期以来默默辛苦为大家当人民保姆的我们很多的长官基层的员警，还有很多辛苦员警的眷属，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的天气状况虽然有点不佳但是惠誉长期以来呢，在议事厅无论是过去我们县市还没有合并之前，我担任县议员时候的时候，包括现在我在县合并之后担任市议员，长期以来都一直站在第一线来支持我们的警政的预算也好，或者是我们警政的提案也好。那我想经过这次的服贸的议题，有很多抗争的行动，对我们的警察朋友有一些不是很公平这方面的指责，惠誉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基层的员警不管这一次有没有参与我们的抗争行动的一个支援，或者说留在高雄守护我们基层员警基层的这个地方当人民保姆的这些辛苦的员警我希望不要因为单一事件就此很沮丧，而影响我们警察保护人民的一个决心跟热忱。那我希望在风雨当中我们更加要团结信心，拿出长期以来警察保护人民的一个热忱，好不好？好不好？好。所以我想今天警察局长在现场刚刚也做了很多的宣示我想未来其实警察局还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重点需要来付出给大家行动，让我们高雄都的市民朋友能够更过得更优质的一个生活。那在这个地方也特别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还有我们长期以来支持我们警察眷属，你们非常的辛苦，要不是因为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家人奉献在第一线的警力来保护所有基层的民众，我想我们的高雄都也不会这么的安定。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向我们全国最辛苦的警察朋友们祝福你们警察节快乐，警察节快乐。谢谢。人说天公疼五人刚刚会议4点就来到现场，
刚刚雨下的真的比较大，来今晚刚好局长第一次回西村了，结果我们的雨停了，所以现在我看到现场有更多人来支持今天我们警察姐办的相关系列的活动。那现场呢，包括还有很多农特产品的一个推销，也希望我们能够抛砖引玉，来帮助一些农民朋友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那祝我今天警察姐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许慧玉许市议员，平常也是我们警察啊最佳的一个支持的后盾啊，在议会上有很多的一些法案啊，有一些啊支持警察的一些啊权利啊啊这个一些福利啊，都被我们最多的支持，也希望啊日后所有的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警察同仁啊最多的支持跟鼓励。那我们今天除了警察同仁之外，有很多的志工朋友来了，平常也要谢谢这些哈默默付出的志工朋友。我们在台上有一位就是我们志工大队的吴玉静大队长，我们欢迎啊，我们讲几句话来，吴大队长。给他做这些志工朋友都是啊，完全哈、啊、都是呢这个无偿的默默在付出的，非常谢谢他们。雄鹰岛主席的那个顺平，还有我们的美女班班局长，还有副局长，还有各位贵宾，很多人呐、啊，你这边来恭喜我，我要搞对不？就是这哦，咱的做咱警察哦，真正很服气。现在拄只要来时阵，雨有够大个大，即马都无雨啊，对无？所以伫只哦，我嘛感觉烦恼非常的成功。啊，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祝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谢谢啊，吴玉静吴大队长平常给我们出钱出力啦。特别带领我们很多志工朋友，给我们警察同仁最多的支持跟鼓励。接下来我们介绍是我们陈慧文市议员的主任黄泰春哦，黄主任，谢谢，谢谢主任。主任要不要帮我们讲几句话？好，阿弟雷景来啊，对不？尤其要跟我们警察弟兄啊、警察同仁、志工朋友、市民朋友，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说一下啊。现场啦吼，安南部上出名的。尽管的主持人啦吼，啊，逐天我看拢伫主持，啊，安尼警察局的黄局长啦吼，现场安足侪安尼中歌啦吼，安尼支持安警察的好朋友啦吼，啊，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多谢啦吼，啊，我是迄个高雄市市议员陈慧文服务处的主任黄泰春啦吼，议员，哦，因为有重要的代志吼，一时间袂当到地啦吼，啊，叫我一定爱来。讲安足支持警察的工作，因为有警察的治安，靠我安平平安的社会啦吼，啊，因拍拼为安台安高雄啦吼，为安高雄，因为高雄市的警察啦，讲起来是讲全国啦吼，啊，治安无分所在啦吼，啊，慧文阿公特别爱交代，讲叫我爱甲，搁甲全国讲一下，讲伊袂当交，但是伊足支持警察的，包含伫议会有算啦吼。啊，种种拢好，是不是？俺大家阮来做伙来个支持，俺个警察局好无？好。啊，多谢啦！而且嘛，祝贺俺警察兄弟，大家警察节快乐啦！哈，感谢各位，大家平安，感谢。谢谢陈慧文市议员服务处的主任黄泰春，黄主任，感谢。哦，千言万语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呢，对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啊，给予全力的支持，让他们在第一线真的无后顾之忧啦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就要来看表演了。是的，我们的现场朋友也等很久了，而且，哎，这个雨势现在比较趋缓一些了。对对。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呢，表演的这个内容非常的精彩哈，而且很多元，从唱歌比较静态的到动态的都有。那继续我们要什么表演呢？接下来要表演是桃园区建山国小带来的布农森巴鼓舞。布农森巴鼓舞已经准备好了，掌声欢迎他们。来，森巴鼓舞上台，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最近距离的，在我们的眼前呢、啊，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欢迎的是布农族森巴鼓舞。
鼓励，掌声鼓励。桃园尖山国小带来的布农森霸鼓舞，哇，你看前面有那个小朋友，好小哦。对，他们从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小朋友都有，很棒很棒哈、哦。我们再次的热情的掌声，谢谢来自桃园区尖山国小小朋友的表演。是，从刚刚啊，我们这个黄茂穗局长呢讲完话之后，有没有发现？天气好像越来越好了，是啊，而且天越来越亮了。对，然后呢，有一种那种雨过天晴晚风轻的感觉哈，真的很棒。我们也期待今天呢接下来的所有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活动啊，可以非常非常的圆满。那么继续呢，哎呦，我们速度好快哦！我跟你讲，刚刚还在下雨的时候，这个团体他就在练习了。对，那时候天空飘着这个丝丝的细雨，我都好担心他们会有这种打滑的状况。对，还有现在雨已经停了，我们要赶快邀请他们出来表演。是，请大家把所有的焦点 focus 在我们的舞台的应该是广场的正中央。正中央，我们欢迎小港的凉光醒狮团所带来的祥狮献瑞表演。掌声欢迎凉光醒狮团。来，我们的贵宾啊，可以在上面来看我们的凉光醒狮团精彩的表演。正中央为我们表演精彩的就是我们凉光醒狮团，来自记录了一个非常好的表演啊，注意啊，
力，哇哦，这个平衡感要非常的好啊！好来哦，走哦！蓄势待发的两广醒狮团马上要来。
非常吉祥如意的，我们的两个可爱的狮子，好，慢慢的走向我们的舞台啦！哇哦，祝福吉祥如意，也祝福心想事成，也祝福所有与会的贵宾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这是来自两广写诗团，在高雄地区啊，非常著名的一支民俗之一的表演团队。常常到其他的县市，甚至呢到国外去做表演。真的是好彩头啦，而且是好运旺旺来哈！没错，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茂林区的茂林国小卢凯歌谣队带来的精彩表演。